还是吃面哦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鲜香汤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这一碗面的关键就是配料表，一定要记得截图。我觉得我为你煮面也是一句简单而又温馨的情话。一碗没什么热量，但却充满温暖的鲜香面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